Satu tu cuma jadi tua i lipu ing jadi tua malah ingkai buvalu valu ngap nelayan tu jadi pacar itu aja seng sengan tu jadi malah kui sang naya ta 12月18号 ada jadi tua sih nalu nangan ni maju tu jadi huli tu uli isu suan na sanga sanga sana maban lezu pacar itu kui sang naya tu aja alisa ya dia maju ibu valu tu tu jadi tua pinjan.努杰维里勒勒做一生革命大鬼生啊，不怎么对着阿里斯诺呀，为了一直做变了阿拉伯尼亚就那么呀对着啊干啥子啊变了阿拉伯新尼基安都做阿玛呀修明的嘛就都马卡蒂亚不萨拉就对着马啊鬼生啊不怎么多阿里斯呀，努巴尊尼真都做马都巴加伦对着恩嘛乌拉维塞着勒着马阿加雅克朱里阿耶吉那不萨拉萨拉就对着鬼生啊不怎么。Serta alisan anak-anak gansat sendiri maju apin arapa sini kengan.哎，这伊们在日本的12月18号，那新桑啊，爹妈就啊，新那乱对住啊，屋里人民就多，屋里在屋里是算对住嘛，阿贵桑啊，阿妈呀，阿不怎么多，阿丽斯，努杰维里里来住啊，伊生牙科医师诺呀，屋来伊在住啊，新那乱那是尼金啊，爹妈就啊，比那阿拉马个爹啊，伊生那呀，老话努巴苏桑是对住啊，西金。哎，主啊，屋里西京乌拉玛阿亚南爹妈就一只比多80小时，马努一只呆呆，那么波罗啊来只几工，屋里一多年嘛就少了八组罗大多160小时啊，多240小时啊呀。老王那个屋里主啊家里不用多，一年屋里是阿妈那主啊妈妈在阿这里先那家贵上啊呀。偏乡他要去研修这些课程，基本上方便吗？不要又再有一个类似像护理师这样，因为要研修相关课程，而搞到又过劳。有没有去思考？如果今天是站在一个都会的角度去做这样的思考，我倒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有太多的偏乡，这些牙医的辅助人员，他怎么办？这一部分我们希望呢，尽量能够建立一些线上教学的课程，或者跟空中大学来做相关的合作。好，让他在地就能够把大部分的基本在学士上的课程都能够修完。那有一些如果需要实习的，那才落实好到场上课了。老王那个屋里在家里不用，都专门在台湾那多路多路多台家古，一转那那么家比就都做一转转多路多，木得上古一上多阿里啥呀？那努力没得多咋？为了那一招啦，一转把家轮多么了代代，老王一生那呀对做啊嘛阿三八上，那一转不用，一转把家轮多立马把就恩了嘛，乌拉巴呀！三路在为了来来做一生那呀对做专业证照啊呀，独立木得革命来做卫福部，都做一部生生生啊那啊多嘛阿三八上啊归上。现在目前在整个牙科体系担任口腔卫生人员的大概有5-6万人，那这5-6万人你如何协助他们取得一个非常好的证照？那我们在一定的规定，那我们请这全人会或相关的学校来设立相关的一些课程，来协助他们尽快能够达到我们所需要的。老王那个屋里做家不久，嘛在卫福部多。努一部瓦隆点嘛就对着生生安吉兰瓦干呐，一做一做晒火嘛做阿做屋里就是阿毛对着生生安那呀。三路在屋里来做，因那阿努干啥子那做，嘛阿贵上啊三八三多，比嘛在到阿里是那呀。三一部瓦隆点嘛就一身修白，都做努屋里沙瑞那个来做护理，屋里种个就是八九五呀。哎呀点嘛就一部瓦隆对着生生安，第一就不能不接结论。